家好，农村少大人介绍又走西南外了，都说好几天没有吃，介绍我在压点儿饸烙吃，红薯面烫一下。然后再往里头放点白米，哎，都倒了吧。再放点鱼皮面，啊，少嘞。今上午炒两肉，一个西红柿鸡蛋，一个腌肉韭菜，谁愿吃啥、啊、谁吃啥、啊。嗯，该多长？好是呗。嗯。他行，我看今还是有点。嗯，还红啊红的。哇，好熟！街上是
离着你愿吃啥肉吃啥肉，让他咬掉，有肉的有鸡蛋。哦，我吃鸡蛋嘞。实际上，腌肉也好吃，韭菜腌肉。那我还是喜欢吃鸡蛋。这是腌肉。又愿吃肉了，又吃肉，又愿吃。我那在锅里放嘞。我说这肉热嘞，吃这个饸饹面是这个肉啊，这个鸡肉好吃。对。你家吸肉量呗？吃这个我感觉吃不饱，能吃饱吗？太多了。这个不，吃一块姜黄豆儿不豆儿。这一碗稀了，稀了两口，稀了没了。稀了香呗，你再来赶紧吃吧，我去吃吧。